他在吸收光明眼内其他的魔物，都退下。
星好漂亮。快闪开！玄歌大人的亲弟弟是吧？我来接你回天禄城。滚！看样子，你不会老老实实跟我走。正好，我也想试试你究竟有没有资格站到天禄城大阵前。真被击中就没脸回去了。不过按人界的说法，这样也算胜之不武吧。哎，毕竟是王族啊，我小心谨慎点没错。
弱小的王碧血。我可以看见你的心里。正常的环境中长大，几百年心疼痴儿，给我闭嘴，闭嘴。后来你被人族收养，过了许久才真正开智，就决定要把自己的天性封印起来，当个人。会有这样傻的辟邪？当人有什么意思？王辟邪的力量可是好东西，穿梭天地，往来无拘。不如我们合作吧。滚！别急着拒绝我，反正你也怨恨辟邪族。难道不想看见他们遭报应？天禄城失去了王，又正值群魔有变，你只要帮我拔出眼前那柄剑，这儿就失手了。到时候众魔降临，留在魔域也好，去阴界逍遥也好，我都奉你为主，如何？去把剑给我拔出来。快，没什么好犹豫的。交给我，对，拿过来，放到我的手上。你给我仔细听着，我和辟邪的仇怨是我们之间的事，要报仇要血恨，都轮不到旁人废话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窥视我的想法？你弱小，知不知道？我就喜欢把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强者踩在脚下。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
贺冲，你爷爷我正是，刀用的不错，既然知道还不赶紧跪地求饶。我不过是想说，亲本家人奈何做贼，找死。二弟，半妖，大阵要变了！刚才的打斗把周围破坏得太厉害。二弟，二弟，师兄抓牢我的手，主人。那你们能不能别只顾着说话？那边的骨头动了。难道就是这样的吗？并不，只是骨骸被施了法术。给我冷静一点，看着再怎么厉害，也不过是一堆新闻的尸体。
不能让你去妨碍思威大人。
刃魔，小心一些，这个比之前遇到的都要厉害。精灵族的人受伤了，你的伤也没好，不要硬撑。去石头后面，
你怎么样？为什么不答应？为什么不答应？是月主被魔气侵蚀后产生的异能。果然
这真的是一个阵。阵成之后，玉主变强了很多。他的精神力消耗得太快了，如果不能停下来，这个人很快就会衰竭而死。已经没有清醒的神智了。听不进去了，目的不是一样的吗？太弱，出去也是死。
很好。王碧琪，你不想知道天禄城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就算是碧琪族，失去了光明眼屏障，被有心之人算计，又能有几分胜机呢？是错了，只有一位很强，就会被几人都成一个。难道还有一点残忍，不值得先去拯救？啊，你也觉得那些人族无用的理智吗？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就不认识。不过你也不必太过烦恼，毕竟你不是在碧琪族长大，和他们没有多少亲近。就算那些碧琪都死光了，与你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宰了他们有什么道理吗？弱肉强食就是我的道理。只要我在，野驴的拯救会在。这不是什么半魂莲弄出来的通路，一直不断的冒出来，占据燕林，占据整个人间。有本事就来救这些杂碎。就行了，刚才只不过是陪你玩玩。扩充这蠢材，他完全失控了。看来梦魂之对人的心神影响还是太大，哪怕只是一丁点残渣。冰心，爸呀，把城里还活着的那些人一个一个抓出来，打开他们的喉咙。小畜生，又叫又怕，先扯了他们的舌头。强，我比你们都强。弱者统统去死！
我的确是会救他们。既然我的道理在你这儿说不通，那么就按你的道理来。我比你强，所以我杀你天经地义。非常，不管你是不是辟邪王，至少是一位王族吧。我早就想见识一下了。原本我听说有个人族想要对付辟邪，就觉得他根本是痴心妄想，可如今看来，辟邪倒也和传说中的不太一样，真是不去枉费我还从悲渊海带来了一众仆士，想要在这里见识见识。每回我说要来光明野，那群老家伙都劝我谨慎一些，当真有这个必要吗？你带着这么多的魔侵入光明野，只是想找点好玩的事？不然呢？我又不像乌兆，和你们有什么深仇大恨？邪的斗志倒是令我惊讶，不晓得你的那些长辈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有的事情不能随便玩。辟邪，你还想如何？让你的那些喽啰出光明野，他们很久都没有出来动过筋，我可不想管束太多，何况这里除了我们也还有其他魔族，你们又何必不必争执？变主意了，就让孩子们自己玩吧，我不进辟邪王城了，今天到此为止，百年之后你会长成一个很好的对手，那个时候我们再比过。非与人比试高下，更没有兴趣定什么十年百年之约。自从你带领魔族踏入光明野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已经是不死不休。不死不休吗？可以，但死的绝不会是我。你再没有后悔的机会了。
你什么时候也玩起这种街头之戏了？这不快过节了，让我热死了吗？刘龙大人，打飞打，你是我们友兄最强的战士。友兄最强的战士？不行啊，这人就特别崇拜我。林夕，你终归要……呸！打完了再说这话。
切，又输了，这得有上百趟了吧？就没赢过您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这个人，他的容貌和年轻时的姬修明一样。等等，你说姬修明？那位不对，这怎么可能？借你的力量一用。
我得坚持下去。 杀不死吴昭东，吴志堂的速生之术是。
是有续不灭的。多的魔也没用，倘若在齐霜无所获，那就尽力救出能救的，然后赶去西莲，一刻都不能耽误。
有谁告诉过你吗？胆小惜命，就不要骄矜自大。碧玺，我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把自己看得太高。叶长庚，天禄城的事没有你的影子，你死上千万次都不足惜。是诛杀我的，他的话你也信？你这样的杂碎，过杀又如何？一直会想，眼族被取走声音的时候，是不是很痛苦？你不用告诉我，等一会儿我就知道了。你在我身上放了什么？天魔核。是贺瑶的。你不是喜欢拿走别人的东西吗？只不过这个东西，很多魔族都会喜欢。真的是你。
做那样的选择有多煎熬，多痛苦吗？他完全入魔了。这不是我们的时间了，你和我都只是旧日的影子，该归去了。便是残影又如何？已经不远了，姬学员，你带残婴先走，见机行事。好。轩辕丘最好的铸剑师，我不清楚乌兆把你抓来之后是怎么想的。
但是平民也配站在这儿？笑了吗？既然心意已定，还要再不杀我，用了何种手段吗？你觉得可信？是晋云到死都不能放下的事。你是背信而驰，已经无可回头，何必再多说？赵，你这个直而不化的疯子！
可惜竭力而为还是不能胜利。然而胜负又岂在当下，至少这一局是我们赢了。